啊，人艺术家啊，对不？啊，恁摆安尼较有风格啦，个人风格啦。台湾文化真正赞，意气风发真厉害，人才辈出优四海，好山好水招你来。人客啊，来泡茶哦！我是王维啦。今日咧，王维要介绍一本册哦。这本册咧是王维进前看过，叫做《我在底层的生活》。这本册咧是当初大学社会系教授推荐阮看的。这本册作者咧叫做芭芭拉·艾伦瑞克，伊是一个专栏作家。伊讲吼，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个阶级，上好的方法就是加入因。这方叫做卧底报道吼，简单讲就是讲吼，你去做工课的时阵，不是干那做工课了，你爱做失败，讲失败是较歹听啦，不是讲做啥物商业间谍，是讲你爱去观察，吼，你咧做工课的时阵，你嘛爱同时去观察，啊，做这个工课第一线的这个报道，这个芭芭拉咧，伊本来是作家嘛，像记者安尼。伊决定要去做一挂较底层的工课时阵吼，嘛已经差不多60岁啊。伊做过餐厅啊，这个旅馆的服务生，啊是讲去扛摒扫，嘛做过这个超市的店员等等。啊，伊的心得是讲吼，咱常常咧讲吼，尤其咱台湾人啦，拢讲一句爱拼才会赢。吼，啊有一挂人伊会散食咧，是因为因无拍拼，贫惰、懒惰，啊佫爱食安尼啦。但是根据咱芭芭拉的研究吼，就是讲，其实这个底层的人吼，因跩人其实足怕病的呢。伊家己咧做跩工课的时阵吼，伊甚至是做超出家己体力甲能力的负担。譬如讲，你做一挂体力的工课，你爱做足长的时间，啊，而且你可能速度爱足紧的，吼，啊，你爱付出足侪体力的。虽然讲跩人遮尼啊怕病，但是跩人也是无法度摆脱这个散食的命运。啊、我印象中我看到这本册吼、是讲吼，跩人平常时咧，伊会去住这个汽车旅馆，吼、汽车旅馆，还是讲这个厢型车。啊，你可能会问讲吼，咱去住这个汽车旅馆，啊，毋是足贵的，为虾米跩人会逐工要去住这个所在？为虾米跩人吼无要去租厝？啊，我印象中是讲，因为跩人的工课，伊是可能领日薪，还是租薪啦、就是讲你可能无一笔钱去付押金来租厝。譬如讲，以咱台湾来讲吼，你今仔日若是要去租厝，一开始你嘛是要付2个月押金嘛，啊，搁有第1个月租金，所以总共是3个月租金。但是跩人可能逐工赚的吼，只能付因逐工的开销，而且嘛是有一顿无一顿。可能咧有一工你无石头通好做啊，你就无收入啊。而且因食的吼嘛是食足简单的饼啦吼。啊，是讲这个素食是像迄个麦当劳、肯德基迄种素食，吼、速度的素，所以因的身体健康嘛，造成一挂负担啦。啊，这个阮员外吼、最近有这个机会去做门市的工课啦，吼、咱麦讲啥物底层啦、咱讲基层啦，好无？基层诶，这个头路。啊，详细吼，我是去做多一间的门市，底价就先麦讲啊，吼，收敏感嘛啦。啊，这个门市的工课吼、是底薪加奖金，也就是讲你平常时咧有这个底薪啦，但是你那是阁会晓帮忙卖这个门市的物件，你阁有奖金。啊，那是底薪加奖金加起来，其实薪水是袂歹的。但是这个奖金吼、不是讲你头一个月就有哦，你可能爱累积一段时间，吼、啊才有这个奖金啦。啊嘛，不是讲你。一定领有嘛，对无？你嘛是爱有这个业绩达标啊，所以你爱靠底薪吼拍过一阵嘛。我本来就是讲做这个门市的工课，应该是足单纯的啊，应该无困难才对啦。但是吼、咱做了才知影吼、其实要做的代志真多呢。咱平常时大家看到的吼、像这个收银啦、收钱、进货、点货、啊清洁啊，最后关门进前吼、你搁爱点钱。但是，阁有大家看无到的哦。譬如讲，你爱推销啦，因为咱有这个业绩的压力嘛。啊，咱爱定期写报表，啊，而且咱阁爱配合别间门市哦，爱去调货，啊，阁爱做一挂网络行销，就像
现在有一些这个赖群组、哦、我们要定期去po文、啊、而且、哦啊、电话还要接订单、啊、我们常常看赖，除了看人客有什么问题，而且还要看公司的赖群组，看说他们要叫你做什么事、啊、而且、哦、这个做工作的时间很长的，可能有八点钟以上啦、啊、而且还要轮班，其实是有很多 SOP 你要去了解的、哦，啊，阁有一挂你爱去变巧的部分，啊，最后咧，你阁爱考试，考试有通过，你才有资格做一个正式的店员。我即摆才知吼，其实要做遮这个基层的工课，其实是足困难的，面角真多啦。但是伫遮嘛有足古锥的所在啦，就是讲咱的这个店员吼，咱的同事，一般来讲，甲办公室的人较无同，无同伫倒位咧，就是讲。在门市吼、哦，对一扇的吼、哦，较袂迄种玻璃心啦、啊，较无遐敏感。吼、哦，就是讲因要做代志，要叫你创啥，啊，其实拢足直接的啦。该按怎就按怎，较袂像软员外较早做的做在办公室的工课吼、哦，就是你伫咧要讲吼，你的主管、你的同事因咧想啥吼、哦，头家咧想啥，啊，你爱足注意别人对家己的看法。总共一句啦，就是有各种的这种勾心斗角、情绪勒索，个 PUA 哈 ，PUA 唔知虾米意思，恁会使去网络顶查看卖啊咧。啊，你想看卖啦？你那是一个店员吼，你那是足敏感的，你要安怎做这个套路对不？可能你人客一个表情啦吼，一个哦，安尼足不耐烦的有无？啊，你就感觉哦，足受伤的，啊是讲伊甲你讲一挂话啊，吼讲。哎、欸，我要抓载具诶，你怎么给我印出来？吼、哦，等等这种诶，你那是连拽话吼、哦，你拢无爱多懂，你拢足敏感诶，你是变哪做店员？所以甲我做伙做代志诶同事吼，因、哦、其实抗压力嘛足强诶，啊嘛较接地气，甚至有一挂人咧，你看起来吼、哦，用即马网络顶讲诶话吼、哦，叫做八加九啦，还是讲加九妹，真正是一挂帅哥美女都对啊啦。啊，做人嘛真有义气哦。譬如讲，我咧摆盘面，就是讲咱的商品伫咧上架的时阵吼，其实伊有一个方向，伊有一挂摆设的原则啦。另外，可能年纪大学无很紧，吼、哦，我着无照规定摆，啊去用店长吗？但是我有一个八加九同事吼，弟弟啦，一个弟弟，就帮我讲话啦，就讲。啊，人艺术家对无？啊，恁摆安尼较有风格啦，个人风格啦。吼、哦，就是讲，遮个人其实嘛，足巧骨的，可能因较早出社会缘故，吼、哦，因为你会面对各色人，啊，无同款的人咧，你爱拢有法度去面对哦。所以，遮个人对我的要求，吼、哦，对一个新来的人的要求，就是讲，你爱较紧自立自强，你爱有法度紧上手去独立去面对人客，甲店内这个业务，你拢爱晓做。所以，今仔转来吼、哦，看一本册。我讲我是伫基层啦，吼，卖讲底层咧生活，因为跩人可能甲美国迄个芭芭拉看到的可能较无同，就是我嘛唔知讲伊是善家还是好家，还是讲一般。嘿啊，譬如讲有一挂人其实看起来足够算的嘛，对不？啊，但是我是定义讲跨出同温层啦，因为这个软员外较早咧读册时阵吼，他们讲我是唔捌打工过。上最做过助教、助理这种工课啦，第一届做门市，第一届直接去面对人客。不怪店长看我这个收钱的速度足慢呢，佮我问讲：“啊，你是没有做过收银的工作？”哎，直接无呢，吼！啊，而且我身躯边的同学，可能嘛足少的人哦，应该基本上拢唔捌做过收银的工作。不怪吼，我有一种我来到无同世界这种感觉。对我的同事来讲，因应该是拢足早就出社会，一般来讲年纪拢比我较小哦。哦，啊，所以因应该足歹想讲吼、哦，有人是唔捌打工过的呢，哈、啊，读册拢唔捌打工过，啊，结果有一个三十外岁哥哥，再来做因这个十八岁就咧做的代志啦。不过咧，另外我的个人认为咧，这个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哦，人生就是一场修行。咱就是爱去体验无同款的人生，嘛是有这个机会吼，我去轮班，有一站我轮这个暗班，工课爱做到这个半暝三点，我才第一届有机会去租这个共享机车，半暝三点按公司骑转去我住的所在，
骑奥多拜这个路头当中，搁去哦警察临检，哦，搁连刷两遍咯，临检两遍，看我有酒驾无，吼、哦，啊，家在拢无代志啦。所以咧，这个社会其实足大个啦，人生有各种无同款的可能。啊嘛，希望咧，这一个节目对大家有帮助。啊嘛，鼓励大家吼、哦，有机会会使跨出这个同温层啦，吼、哦，有机会会使甲你无同款生活款的一挂人吼、哦，去甲伊这个聚集。这一个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期待未来咱大家。空中再相会，谢谢，拜拜。